菜场。OK， 各位观众，我们又见面啦！啊，不要觉得奇怪，在家这么要穿毛衣，因为帅啦。现在都不可以出门，我就在家里穿出门衣，就当做我出门，不可以吗？这个上次呢是在家里的室外打羽球，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室内做的啊！你们想一下室内做的什么？羽球打了，运动的运动啊，当然是要来娱乐一下啦，是不是？这个娱乐呢有分很多种啦，看戏啦也是一种，打 game 啦也是一种。我这几天都特别的早醒，几乎没有一天是迟过八点的，早上八点。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时差都乱掉，不过我乱的比较不一样，我乱的呢是我这几天试过最早啦，下午五点睡，半夜三点起来。这是什么睡眠时间？我不知道，健康吗？不过这样子下来呢，我发现到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今天我早上一起来，叮咚叮咚，嘿，谁来了？先生，你的包裹。难道这什么包裹呢？其实我开过这宝丽龙好啦。哇哦，虽然我知道可能已经过时了啦，不过呢再怎样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不过其实呢，这一家游戏机 Nintendo Switch Lite 呢，它是我的一个亲戚送的。不过我来这边我就不方便透露啦，因为呢我的那个亲戚跟我说，哎，不要跟人家讲我送你啦。嘿，他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我没有弟弟。 OK， 至于我刚刚说早上叮咚叮咚的那个人，就是我的亲戚，他特地早上八点的来我家，特地送这个给我，然后我也请了他吃一个完美的早餐，麦当劳。不过呢，其实我事先也是有征求过他的同意了，我就问了他可以不可以把这个送给我游戏机拿来开箱呢，他当然是 Oh this is my passion， 拿去开箱吧。很谢谢我这个不要讲漏嘴，我这个亲戚，我真的是蛮庆幸有我这个亲戚。我不可以讲他是谁，我还一直用亲戚来代过。这个亲戚呢，跟我感情特别的好啊，你们就自己去猜啦哈。OK， 我们今天就要开箱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啦。然后这个颜色是蛮煞的，很可爱哦。我本身啦，自己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因为呢，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手游的追求者。加慢一点，太过油灯走回去哦。我本身呢是一个比较追求这个电脑游戏，就是 PC game 的一个人啦。当然有个掌上游戏机呢也是特别的好的，它呢可以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只要你一拿起来就可以玩。然后也没有想到好像买这样可爱的这个 banana 颜色给我，不过呢它真的很可爱的这个颜色，我刚刚打开来看了一下啦。 OK， 那我们事不宜迟，就来开箱吧， GO！机身哦，哇哦，欸，它蛮轻下的嘞，我这样算应该是有差不多 0.6 到 0.8kg， 有这个健身的经验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好，然后里面有什么呢？就一个充电器啦，然后呢这个充电器呢是日本的，所以我们学一个转接头呢来转接一下，然后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就这样子吧。一个说明书，一个充电器，一个主机，还先完了，完了，需要再看我影片。哈哈，没有啦。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主机啊， Listen，他给那个灯光亮到反光啊，太亮了，这黄，哇，很有那种经典的感觉，你们不会觉得吗？就很像那种，你们懂 Game Boy 吗？那 Game Boy 很经典的那感觉，就不知道怎样讲啊，就很经典。OK， 现在我们要开机，要设定语言一下。哇，可以 touch screen 哦，我以为不给 touch screen 哦，哇，你们听那个滴滴的声音啊，听啊，哇，很爽，是不是那个？声音，这个是很基本的，这个3C产品呢，每次一买到第一件事情都是要设定了。哇，你们看，可以选那个用户的头像啊，我当然是选最可爱的吗？我的名称叫什么呢？这个我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很渴望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玩蛮多游戏呢，我都会放这个名字 ，Gardenia 面包。哇哦，所以他的界面就是这样子啦，空白一片。不过老实讲，那他真的是蛮顺手，哪一手放的话这样打。然后这个游戏部分呢，我今天就买了两个游戏，第一个呢就是 Monster Hunter， 然后是 Generation Ultimate 的版本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动物森友会啦，这个就是你们看那个长泳啊，最近 Story 在放啊。 OK 啦，所以大致上呢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它跟这个 Switch 的差别是什么呢？ Switch 呢就是可以把那两个 control 拔掉哦，然后可以连续电视机这样子玩。 Switch Lite 又是什么呢？只可以在手掌上玩，就可以这样子玩 game 哦。但是呢其实这样子对我来讲已经是够了，真的很感谢这个亲戚送我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我真的很喜欢。OK， 如果这个游戏明天来了呢，我会大力的跟大家介绍这个游戏在玩什么东西。所以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啦，好，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零元起标，嗨大家好，今天呢是第三天啊，昨天呢这个快递公司没那么快啊，在我跟你们大概讲解游戏之前呢，我要先来开箱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Nintendo Switch， 我们直接开箱啊，不要讲那么多啊，我就来 compare 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心得啦，我建议啊，心得罢了啊，这个 Switch 呢是我那位亲戚的，现在要开箱啊。一个 monitor， 两个 Joy-Con， 这个正常的规格都是这样子的。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接电视机，然后直接可以把它投影在电视机上面的，因为 Switch 可以啊，对，讲过了。然后就一个 charger 咯，然后这个是那种游戏手柄哦，哇，你能看到它跟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吗？ Nintendo Switch Lite 盒子里面只有主机还有 charger。不过它这个规格呢是真的是有根据价钱在跑的哈，毕竟一个是这样贵，一个是没有那么贵的，一个是比较平民，一个是比较豪华的。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箱主机。OK， 拿出来我的 monitor， 因为这个也是昨天才到哦。主机拿出来，它就是一片的，像电脑十点这样。看到那个荧幕呢，就差不多是 Switch 的1/4.7。然后还有两个 Joy-Con， 它跟 LED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 Joy-Con 可以拆出来，听到声音啊。哇，大一声，右边，哦 ，OK， 然后一样的，我们就开机啦。其实大致上它东西是一样的啦。你们看我啦，我就已经下载很多那种怪的东西，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啊。一切看着我了，你们看这两家的差别啦。其实我这样子看呢，他们quality是没有差别，有差别就是大小跟整个的那个 design 啊。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呢， Nintendo Switch 可以投影去电视机咯。它的好处呢，就是呢，这个 Joy-Con 它可以拿出来，你玩那种比较运动类的游戏，你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 sensor 啊，那个四方形那个样子。OK， 然后这个 Nintendo Switch 呢就不符合我的胃口，这我就 give away 给大家了，在下面留言啦。我现在大概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动物森林会在玩什么东西的哈。Animal Crossing， 咚咚咚。OK， 进去这个 Animal 动物森友哎。这个游戏呢，你会在一个无人岛上，听他讲话。我的这个岛名字呢，就叫 Galinia， 麦面包的岛。哇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是进去了。哇哦，沙滩。哇哦，所以我现在到这个无人岛上面了。哇，你们看我的爆炸头。哇，我刚玩了这样久呢，然后大概讲解一下这个游戏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一个无人岛，你就要慢慢的设计你的这个岛，你可以就在里面建很多东西啊，它差不多类似农场物语，你们懂吗？建设你自己的小岛，从一个无人岛建设到一个卡丁尼亚岛。然后呢，你跟朋友玩的话，你可以去叫你朋友的岛啊，还是来交换东西啊，不然就可以去你朋友的岛偷东西。其实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游戏，它好玩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漫无目的，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岛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呢，你这个衣服呢，你可以自己理在你自己的衣服啊，这感觉很生活化，而且它的时间呢也是跟着你这个真正的时间在跑啊。总结我要来用我的心得来讲一下啦，这个 Nintendo Switch 跟 Nintendo Switch Lite 呢，对我来讲呢，哪一个比较想买？像我这样子啦，比较没有这样追求手掌游戏机的人呢，然后你又想要经济一点啊，不想要这样奢侈的话呢，你可以买这个 Switch Lite， 其实它就可以玩很多很多 game 啊，到处拿出去啊，去大便啊，小便啊，去爬山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比较多元化，比较这个多种类的游戏呢，然后你的这个 budget 比较高啊，你比较想要玩一些动作 movement 的游戏呢，然后你又想要在大萤幕呢，你就可以买这个 Nintendo Switch 啦，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它里面有个 HDMI 的小盒子，你接去电视机，你就可以直接投影在上面，直接对着显示这样子玩了。个人是会买这个 Switch Lite， 因为呢，我觉得对我来讲一定是够啊，我不太喜欢玩动作太大的游戏，因为呢，我平常做军打野球都已经够我累啊，所以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了哈。没留言，这个你他说迅速会送出去。好了，现在讲，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